我现在在什么地方呢？对面是青岛第一体育场，应该是。我现在站在这个叫青岛天泰体育场，原来就是第一体育场，这叫青岛第一体育场，是我们上小学啊、初中啊，这个甚至于高中的时候在这儿开运动会。就在这儿体育场开，啊，现在改成了天泰体育场。现在我就进来了，啊，进来了，这就是天泰体育场，原来青岛第一体育场全貌。看看，就是我们在这儿开运动会的场地。修了啊，以前，那看台现在座椅都是塑料的，原来都是石头的，我记得，都是石头台阶儿，坐在石头上，一层一层我现在又到了我梦寐以求的。中山公园儿，一进门儿，侧面，中央是一个喷泉，这就是中山公园的著名的樱花园，也叫樱花大道。啊，在每年的4、5月份的时候，这条街上全是樱花，啊，游园的人肯定很多啊。4、5月份，樱花开放的时候，这就是这樱花大道。看看这边有老人在走路，啊，配着音乐，好玩吧？Thank you.